只有我追你，你追我是真，性格直爽，你一路的坏事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千洛好像喜欢你，他不是好像喜欢，他就是喜欢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。 失关萧瑟，我就是站在他这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去你说的那个天启。千洛，我明白了。千洛，他似乎有一些失落。他说他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一直都没有回答他。因为这个答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风花雪月都见识过，该如何？去吧。 当他一个人回到天启的时候，你会陪在他身边吗？我已一腔，天启城门外，可知师兄的宠爱，师兄的宠爱，那整个摊子都包起来，送去雪落山庄。好，就问你，要什么？他把他宠好，你以后还要随身带着。好，你明天。 就一个单子给我，然后每天带我去一个地方吧。行，小的知道了。乖。既然自己心上人不在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没让我来？我让你带的那个憨厚，你有随身带着吗？等下消息，等我回来。他还能撑多久？你便还能路多久？亏于情义之间，这样的人。 如何应天？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真，遭受了重重失望。你再努力，慢慢流年，金丝绳结为情所愿，编了书中情话得来成全。千洛姑娘不容易啊，整整为你兼程了三个时辰，这次我绝不退。 萧瑟，其实顾辉雪域城里没关系，与你待在同一个地方。